很不放心。等一下音乐我们大家一起唱，然后老师会有一个间奏。那老师间奏的时候，我要邀请大家七不八不九不十不，所有有福气的人，请你们都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分享棕色小教堂。不是不是，要八仙不要出来。啊，对呀，我说八五九不十五，所有有福的人啊。今天没声音才有机会让你声音相聚在一起，因为欢乐，因为那个从你那里而来的喜乐，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全部微微包在一起，所以说那是何等好的氛围。我们一起唱，一起跳，一起歌颂你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时光。我们也能够享受在这个生命的话语里面，让我们的因为你的话语为我们重新得力，因为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得到福气，因为我们因为拥有你，我们生命能够如影展翅上的。所以说我们生命是多么美好，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把所有的生命全部都交付在你面前，求你一一的祝福啊，在你当中，我们要为桌子我们有好的预备，好的饮食，有好的同工在我们当中预备这些饮食，让我们生命可以得着灵粮，然后得着身体的营养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然后让我们吃得饱喝的主继续为主工作，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。